我記得八月我哋十六位戰友即係你啊，啱啱行咗入去嘅時候咧，我哋喺度，好熱，好多人。今日我諗好多人又會冷言冷語啦，唉，少咗人咯喎，我哋都係人，我哋會攰，我哋會懦弱。但是作為個整體香港人是不會永遠這樣攰，永遠這樣怯懦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，我們現在給掌聲不是只是給阿聰，我們要給全香港人，尤其是在雨傘運動出了來現在有錢出來的人，我們要給最大的掌聲，是不是？麻煩大聲一點。由去年到現在，這個特區政府，特區政府是一鑼接一鑼，是令到香港人應接不暇，都不知道支持什麼好。統治者是要用連續不斷的打壓，令到香港人攰同埋怕。萬必同埋阿郭醫生，佢話咧，還我自由，即係話還你自由啊！我話多謝啊，佢而家 DQ 咗我，好自由啊，係咪？可以遲啲起身，可以做我中意做嘅嘢。但係大家記住，自由唔係懶惰嘅原因，自由是要珍惜我們自己的尊嚴的理由，是不是？我們撐我們的戰友，我撐羅冠聰，不應該用把口撐，是要每一天都做些事來